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坐。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永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永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永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请看大经课注第1107页第三行看起啊，课题：天地真瑞。这里面分三个小段，第一段六种震动啊，请看经文。而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啊，又就是右面的这一行经文，表法会圆满，复现奇瑞，本经显瑞，即现续分，复现正宗与流通，深显此经，设为初善、中善、后善，万德圆满。世尊讲经，常有瑞相显现，让参加法会的同学们都能够看见，但是在一个法会里面，续分、正宗分、流通分都有显瑞的不多啊，很少有。那么这个经里面具足啊，续分有，正宗分有，在流通分现在又看到了啊，显示这部经就像念老所说的初善、中善、后善，没有不善的，万德圆满，这四个字形容的好我们回顾如续分里面，大教缘起发起续啊，这一部经经文不算多，但是它有大经的气派啊，续分
有三品，流通分有六品，这就不是一般经上我们能看见的。一般经上，像《金刚经》，续分只有几行经文，流通分也是几行，不会有这么多。像这个《法华》《华严》才有这种样子，所以文字虽少啊，架势跟大经非常类似，说明它是大经，而且是万德圆满的大经。为什么呢？它能普度一切众生。从上面来说，它能度等觉菩萨；往下看呢，它能度地狱众生、无间地狱众生。而且平等普度，这个太难得了。《大乘经》里头没有这样的境界。平等、圆满、普度，这个境界真正是真经呢，稀有难逢啊！续品里面第三品放光，世尊微光合一，如融金具，放大光明，数千百变，光颜巍巍，宝刹庄严，从昔以来所未曾有，是阿难尊者从来没有见过，见到如此的稀奇，庄严何以？阿难是世尊的使者，世尊每一次说法他都参加，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庄严。如是的瑞相，应称奇瑞。太少有了。世尊讲经放光是常有，像这样奇特的没见过，在引起阿难尊者奇教，这个奇情。世尊为我们说出这部大经，在真宗分里面，礼佛现光这一篇里面，我们又看到佛放光，即见弥陀如黄金山，高出海面。佛闻摄王称扬赞叹阿弥陀佛，弥陀掌中放光，一切佛国悉皆明现，如是之瑞也，真是奇瑞。幕后在这个流通分当中，看到大地震动。那么这都是瑞相显示经教不可思议，经的功德不可思议，依经教修行的人不可思议，
我们继续看底下这一段啊，三千大千世界是释迦牟尼佛教化区啊，佛说这部经震动整个地区啊，里面的众生，像有缘众生都能够感受到啊。下面一段现稀有身变啊，并现种种稀有啊，这里面就不再详细说了啊。下面一句光照十方，这方光流通分离土，放大光明普照十方，十方通通有缘啊，十方世界一切有缘众生如果遇到这部经典依教修行，没有一个不成就。缘千差万别，不一样啊！啊，佛说一切经，说经的目的没有别的，就是帮助众生离苦得乐，这是佛的心呢。六道轮回苦啊，十法界苦啊，沦落在这个世界里头的人太多了啊！佛要帮助这些人离苦得乐，要帮助他离究竟苦得究竟乐，这个帮助才圆满啊！不是头痛一头脚痛一脚，是要把你的毛病通通治好，让你恢复健康啊！苦从哪里来？大乘经上告诉我们，苦从迷惑来的。我们对于宇宙，对于万物，对于众生，事实真相完全不知道，这就是迷啊。那迷了，我们就看错了，想错了，说错了，做错了，这个错就是造业。啊，业在大乘教里头有染有净。啊，然是然物，净是清净。啊，声闻菩萨是清净，六道凡夫完全是然，然里头有善有恶，恶是然，善也是然。啊，为什么？自性清净心里头不但没有善恶，连染净都没有啊！所以修行到明心见性，大彻大悟，不但没有善恶，
燃尽也没有了，那叫化身大士啊，那是真正离苦得乐了，得究竟路啊，他永远没有苦。啊，我们就用这个标准来看十法界。十法界跟一真法界相比，十法界里头有染净，啊，四圣法界是清净，四圣是阿罗汉、辟支佛、菩萨、佛。这个佛是十法界里面的佛啊，天台大师讲六种佛叫六界佛啊，十法界里面这尊佛呢叫相似界佛啊，他很像佛，他不是真佛啊。真佛的标准是什么？用真心的叫真佛，用妄心的叫假佛。十法界里面的佛是用妄心，跟我们一样用阿赖耶，但是我们用阿赖耶了，用错的地方太多了。他没有一桩用错，完全用得很正确，所以那个形象你简直看不出来啊，你会认为那是佛啊，叫相似即佛。这是六界啊，天台大师说的六界，总的一句话来说，就是华严经上释迦牟尼佛说的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。这话怎么说呢？天台大师用这六种方法来解释我们本来是佛。从理论上讲，一切众生个个都是佛，从理上讲的。但是从事上讲的呢，不然。事上是有觉有迷，有染有净，有善有恶，这从事上讲。理上呢，理上没有，不但没有善恶，没有染净，也没有迷雾。啊，这谁能看得出来呢？大乘经里常讲八地以上。啊，八地以上见佛了。哪里见？处处见，时时见，一切见，见所有一切众生都是佛。为什么？他没有起心动念，没有起心动念所看到的真相啊。我们是凡夫，六道凡夫，他看到我们的真相啊。真相什么？真相是佛性的，他见性了，在相上就见性了。那性是真佛，不是假佛。这从理上说啊，啊，我们如果明白这个道理，承认这个道理，我们对于所有一切众生，会用什么？用平等心来看待，用真诚心，用恭敬心。那我们距离佛了，这个距离就非常接近了啊。这样的人呢，在佛法里常常说上上根人，他的根力啊，他成就非常快啊。我们比不上他，我们跟他相比差别在哪里？他没有妄念，我们有妄念，有杂念，
妄念杂念太多，止不住。他们那些人，他没有妄念，他没有杂念，他心清净，所以从清净提升到平等不难。清净平等，这就是佛性，是说我们真心。我们的真心本来是清净的，本来是平等的。学大乘，如何恢复我们的清净，恢复我们的平等，就对了。什么是正法，什么是邪法，帮助我们恢复清净平等觉，正法。与清净平等就相违背，就是邪法，就错了。让我们辨别什么是佛，什么是魔。我们学了之后，要在日常生活当中回用。真正的受用，能悟多少，他就得多少受用。越深越广，受用不可思议。所以拓开心量是学佛人头一桩大事。你的心量多大？佛说了，心包太虚，量周杀界。这是佛的心量，也是每个众生本来的心量。因为你心量很小，所以叫你做凡夫。你恢复到大心量呢，那就叫成佛了。谚语有一句话说的是非常非常有道理。量大佛大了。佛从哪里来的？是自性里头本来具足的，不是从外来的。外面没有智慧，也没有福报。智慧福报全是自性里头本来具足，多大了？没有限量。智慧没有限量。福报也没有限量，还包括相好。佛的教学没有别的，恢复自信的智慧德相而已。没有一样东西从外头来。全是自性里头本来具足的。现在迷了，众生迷了，向外去求。错了。向外去求，如理如法，那是对的。如果与理法相违背的，求得到的是灾祸，决定不是好事情。自信里面智慧德相要是透出来，那真是受用，没有丝毫过失。佛法的教学，佛法的修行，第一桩事情就是信心。信为道源功德母，长养一切诸善根。这佛常说的。
啊，道，道就是道路，道就是方法。譬如经上讲的十法界，佛道，这条路是通到成佛的方法，菩萨道，证菩萨果的方法，声闻道、缘觉道，有天道，有人道。人道，我们中国老祖宗所说的五伦、五常、八德，人道，你一生能行这个道，来生还得人生。那么贪嗔痴呢？贪，恶鬼道。贪心堕恶鬼，嗔恚地狱道，愚痴畜生道，各有各的道啊！道太多了，这个是把它归纳起来，总的来说，我们先哪个道？这个不能不知道。明心见性的人，他对于事出世间无量的道门，道是道路，门是门径，他完全通达明了。他懂得，他不会做错。八万四千道门，无量道门，今天世尊为我们传授的，是一个特别的道门。这个道是西方极乐世界。是亲近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是诸佛称赞，光中极尊，佛中之王。这个道，跟一般讲的八万四千法门、无量法门不一样。而且非常容易走，其他的道门，通通要断烦恼。要成就禅定的功夫，以禅定功德，帮助自己向上提升，一步一步向上提升。净土宗这个道门不是的，不靠自力，完全靠他力，他就是阿弥陀佛，全靠阿弥陀佛威神加持，而且非常快速，快到什么程度？真真是不可思议。我们看净土圣贤录，看往生传，这是过去的，然后你再看现在，现代在我们眼前
我们亲眼看到、亲耳听到的，我们得出一个结论：走这条道路，绝大多数的人都是三年就到达目的地了，真正的往生极乐世界，亲近阿弥陀佛了。三年呢，经上给我们说的，男女老少各行各业，很简单，只要你具足三个条件，你就得到了。第一个条件，对这个法门要相信，深信不疑，没有丝毫怀疑，这头一个条件。第二个呢，真相去，对这个世界有厌离感，这个世界太苦了，染污太严重了。第三个条件，一向专念阿弥陀佛，你看多简单。所以男女老少各行各业，只要遇到了，没有一个不能修，没有一个不成就，保证成就。没有比这个更殊胜的。我们发现红传这一部这个法门，集成这个道统，这一部无量寿经这一个版本，下莲居老居士汇集的版本，我们修过13遍。前面10遍我们参考李炳南老居士的眉注，后面这3遍我们完全用黄念祖老居士的集注。这13遍修过来了，我们对这个法门有相当深度的理解，真正帮助我们断疑生信。修行如何把经教变成我们的思想见解和我们日常的生活行为，这就得大受用啊！这个受用是什么呢？等于在极乐世界，虽然我们还没去，身体在这个世界，实际上等于生活在极乐世界。也许你还没有感觉到不一样，我的烦恼很多，习气很重啊。没错，所不一样的就是这一点。那你为什么不放下呢？今天我们这个经圆满了，有一个人给我们做了总结，
海贤老和尚，他手上拿的一本书，这本书就是《若要佛法心，唯有僧战僧》。他拿在手上，让人家给他拍照片，拍完之后，第三天他就往生了。他来给我们表法，给我们作证。若要佛法心，唯有僧战僧。我告诉诸位，这个老和尚，他出生在1900年，2000年的时候，他100岁，他活了112岁。你们不知道，认为他学得很苦啊，生活很苦。我知道，他生活在极乐世界。我们认为苦，他不认为苦，他没苦，他乐。身心健康，一生没生过病啊。18岁，腿上长了个毒疮，那都是为我们实现的，表演的。表演什么呢？念观世音菩萨，毒疮就好了。叫我们相信观音菩萨，救苦救难是真的。这个经上佛也说，我们遇到急难、恐惧的时候，念观音菩萨，菩萨会帮你化解。有这么一段经文。他在18岁的时候给我们做实验。他的母亲找医生、找药，找不到。他最后明白了，这只是业障病。业障，医生不能治业障病。所以他就放弃求医，一心念观世音菩萨，念了1个多月，这个毒疮自然就好了。以后都没发生过。这送消息给我们的，让我们真正看到这榜样。观音菩萨真灵啊！出家之后，他不认识字，没念过书，出家的师父只教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，所以他没念过经，没有做过经禅佛事，没有做过法会，一生在寺庙里头耕种耕田，是乡村一个很小的寺庙。可这个寺庙也挺有历史的，隋唐时候建立的，也有1000多年历史。在乡下，人迹罕至，他在这里修行，
每一天就是一句佛号，从早念到晚，从晚念到早。啊，山上是也这个旷野，他把地开出来，种粮食，种蔬菜，种水果。啊，他一生当中所开辟的这个耕地有100多亩。啊，这些地都是没有主人的。啊，旷野深山里头。啊，他靠这个生活。啊，而且帮助许许多多苦难的人。啊，需要粮食，需要蔬菜，他都供给。啊，他所住的地方都很多农具，农耕的工作用具。啊，所以一般人觉得他很辛苦，我知道他，他生活在极乐世界。啊，为什么？这一句阿弥陀阿弥陀佛了，他念到一心不乱了。念到功夫成片，就能自在往生。他不知啊，啊，他不说。他什么都知道啊，那什么都知道，那这是大彻大悟，不是大彻大悟不可能啊。换一句话说，他念佛功夫念到理一心不乱了、啊、我相信他不只见一次阿弥陀佛，只是他不肯说。啊，他透出来的信息很有限。啊，天机不可泄露。啊，人家问他，你见到阿弥陀佛？他见到，他肯定告诉你。啊，但是多少次都不告诉你。有个居士问他，阿弥陀佛跟你讲什么？他回答说，我要求阿弥陀佛带我去极乐世界，佛不答应呢。佛要留我在这个世界表法。你说，我们听了这几句话，他是住极乐世界，他还是住在我们这里？我们想一想，中峰禅师30系念的法师，禅师有两句话说：我心即是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即是我心，此方即是净土，净土即是此方，是一不是二啊。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，三衣一钵，日中一时，树下一宿。我们就在那苦行呢。啊，实际上呢，好像经典上记载有两次。啊，释迦牟尼佛实现他的十宝庄严图，啊，他盘腿坐打坐坐在那里，他一只脚放下来，脚趾按到地上，
这个大地整个变了，变成像极乐世界一样。啊，无量珍宝所成的，佛坐在金刚台上，不是菩提根草啊，大家看到了。啊，曾经有过两次。啊，那么佛里面心里头，他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没有起心，没有动念，什么样的境界也如。啊，所以那个境界的人，无论住在什么地方，都是宝地。这就是经常有一句话说的：“境随心转。”你是什么样的心，环境就变成什么样。不相同啊。啊，这个道理慢慢呢会被近代的量子力学家发现。啊，就是居住的环境是随着念头转，随着我们境界不同不一样。我们看错了，我们以为佛跟我们一样苦。啊，因为我们有感受，有分别，有执着，才是苦。他完全没有。啊，完全没有，没有起心动念。我们想想这个境界的人，他无论在哪个地方他都落，他哪来的苦啊？苦就是分别执着来的，没有分别执着，不但没有分别执着，连起心动念都没有，这叫妙啊。境界是假的，不是真的，是个梦境啊，是不可得了。这个话佛在大小乘经上常说啊，我们都没有办法把它体会到，我们总是认为我们自己不错啊，自己眼看的是真的，耳闻的是真的，殊不知全都搞错了啊。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，根本就是假的啊！他看我们这个世界就像看电视屏幕上一样，不是真的，别当真，当真就错了。但是凡夫当真，当真就被染污了，当真就受苦受乐了啊！以为他是善就乐受，以为他是恶，那就有苦受啊，感受从这来的。受不是真的，是假的啊。这个海贤法师兄弟两个人以这么长的时间住在这个世界，就是他有任务。没有这么长的时间，别人不相信。啊，至少谁能活一百岁？他活一百一十二岁。啊，这一点就叫人服了。啊，一百一十二岁不稀奇啊，他不要人伺候啊。你看劈柴烧饭自己干的，衣服自己洗，每一天从早到晚工作不停止，他体力多好啊。这些都是我们一般人做不到的，他全做到，而且做了九十多年，
你能不服吗？啊，一个字不认识，他什么都懂。你问他，他没有答不出来的东西。这是这智慧呀！啊，大富的简单又真实。啊，我们在这里面看到一个报告，有一位书法家，看到他年岁这么大，112岁，身体这么健康，对他很佩服，向他请教养生之道。你为什么会这么好？好的身体，他只说了4个字：持戒、念佛。这个意思可深了。持戒是养神的，身体好啊。啊，念佛是养心的。你看，心好，身好，身体怎么会有毛病呢？我们只要把5戒10善做好了，那就养生。你看，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邪淫，不妄语，不饮酒。啊，就是中国老祖宗所教的无常、仁义礼智信。啊，不杀生是仁，仁慈；不偷盗是义；不邪淫是礼；不妄语是信；不饮酒是智。仁义礼智信，你能一生做到这5个字，身体健康。啊，心呢？心要清净，念佛心清净，心专一，除了佛号之外，没有妄想，没有杂念，心清净啊，身心清净，自然健康长寿。啊，所以经上此地说的，现种种稀有神变，这个稀有神变全在日常生活当中。啊，穿衣吃饭，啊，老和尚是他的工作是在夏天耕种。啊，一生我们世间人看最辛苦的生活，它是最快乐的生活。我们辛苦是因为有受想行识，他没有受想行识，他受想行识完全转变成智慧，啊，转80乘4智，怎么转的？那一句佛号转的，念久了，不知不觉自然转了。啊，佛度众生，阿弥陀佛第一，阿弥陀佛的方法最好。无比的殊胜啊，需不需要经典的？不需要。海贤法师不需要经典，没念过经，也没听过经。他的师弟海清也如是，
你看师弟往生大概将近十年了，留下了肉身，肉身不坏呀。啊，现在有人发心把全身贴金供养在寺庙里头，啊，留下叫全身舍利，也是给我们做证明啊。证明什么？一句话，能办大事，圆满的大事，究竟的大事，一句佛号就办完了，你能不信吗？啊，我们学习这个经，学习了十三遍，总结就是老和尚，老和尚一生表演的就是南无阿弥陀佛，啊，为我们表演的，告诉我们这个经是真的。我们学经干什么？因为对经有怀疑，对名号不相信，学了这么多遍现在才相信的。啊，他来给我做证明。阿弥陀佛安排的，不是偶然的。佛陀慈悲到极处啊！啊，知道在今天我们这个经要圆满了。啊，来表演大圆满。活在这个世界，转境界就自在啊。我们凡夫的毛病要知道，圣经里面啊，环境很顺你的心啊，你很喜欢的 啊善缘往来的都是好人啊，喜欢其实其贪念的心，贪念就是烦恼了，生烦恼不生智慧啊！啊，如果是逆境，遇到的是恶缘，遇到人都是坏人，都是恶人欺负你，你就生烦恼，有怨恨了。啊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你被境界转了。啊，老和尚。他不被境界转，他能转境界。若能转境，则同如来。楞严经上说的，你能够转变境界，不被境界所干扰，不被境界所转，那你就是跟如来没有两样了，那你就成佛了。成佛要能转境界啊，所以我们出顺境善缘，不生贪念，不生这个念头啊，要用平常心对待啊。那么在逆境恶缘呢，不生嗔恚啊，像老和尚那么大年岁啊，收乡下也有电灯了，这应该都不是很远的时候啊，收电灯费的人拿着单子问他要钱，老和尚一看这个单子上人给他一讲多少钱呢，比上个月增加了很多，他
他就问一句，怎么可能呢？比上个月加这么多钱呢？这个收电费的人打了他的耳光。老和尚照单付钱，啊，这人走了，在旁边的人看到看不惯的，要把他抓来问理呀。老和尚算了算了，量大福大，啊，不要跟人争这些了，他能受得了。他说他打我娘耳光，啊，就等于给我瘙痒了，啊，吐了一脸的吐沫。啊，等于给我洗脸了。这是转境界。啊，绝不因为这个受侮辱了要生闷气了，啊，还有一些怨恨，那就错了。他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，这些东西都没有。他不受我，啊。他不受，这个侮辱他的人，那个果报他自己受，老和尚没受，没有接受，啊，这个人将来有果报。一因一果，莫非前定啊？因果报应丝毫不爽啊！老和尚深明因果的道理。所以他得自在。啊，早年头也遇到师兄弟们对他指手画脚，他也不知道什么事情，不闻不问。有一天师父叫到他房间，把他责备一顿，他才晓得，啊，师兄弟当中有人冤枉他，诬告他，他不辩，不说话。啊，等了有很久一段时期，有一个从外地回来的，啊，也是个年轻的师兄弟。回来之后晓得这桩事情，替他打抱不平。啊，说人家对他是误会，啊，他说要冤枉，这大家才知道。从这个地方看出来，老和尚忍辱波罗蜜，啊，毁谤他，欺负他，障碍他，陷害他，他心里头一看没事，每一天照样做工，每一天照样念佛，他没有功夫给别人计较这些事情。啊，过人因果，过人承担。啊，用恶意对待别人，别人不接受，这个恶意就归自己。啊，他不接受我，他很快乐啊。啊，极乐世界的人跟我们不一样啊。啊，遇到事情想法看法完全不相同，我们觉得事体很大，他没事啊。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啊。啊，这个现种种稀有神变，全在日常生活当中。啊，你看看，他真的是如理如法。真正是跟佛所讲的，无论在精神上，在活动这个生活上，完全相应的。啊，为我们表演了九十年的，啊，二十岁出家了，表演九十年的，我们要会看的，啊，不会看那就错了了，要能看得出来。啊，他的一举一动都能看得出来，都能把他这个理跟事讲清楚讲明白，我们应该学习，最重要的是应该向他学习。
啊，人人都向老和尚学习，社会不会乱了，啊，地球不会有灾难。下面这一段，放大光明普照十方，光明普照。啊，真放大光明。啊，老和尚的弟子，印智法师，到我这儿来。带了他光碟，带了资料给我看，我看到非常欢喜，因为他来给我做总结，这经讲完了，他又做总结，那总结的太好了，总结不亚于阿弥陀佛自己来呀、啊，啊，所以这个小册子。这个观点我们当然会大量流通啊，很快流通到海外。中国有圣人出现，有佛菩萨住世，我深深相信绝不止海老四兄弟两个人，我相信中国内地还有很多我们不知道啊。他们没有暴露身份啊，我们不知道，但是我们相信有，所以我们对于任何一个人都不可以轻慢啊，要用真诚心、亲近心、恭敬心来对待啊，决定要学老和尚忍辱波罗蜜，学老和尚大心量，学老和尚具足真实智慧啊，行有不得，反求诸己。这是中国老祖宗教后代子孙啊，特别在逆境、在卧云，要常常反省自己有没有过失，这个最重要。啊，我们跟圣贤学习，跟佛菩萨学习，有没有真正得到受用？啊，那个受用就是法喜充满，常生欢喜心。啊，果然进入这个境界，那就跟极乐世界很接近了。我们知道，极乐世界的成就靠什么？完全是阿弥陀佛仅现在说法，阿弥陀佛的教化身行言教每一天不中断啊。到极乐世界参学的人不知道有多少啊，十方世界每一尊佛都劝导他那个国度里头六道众生啊，为大家像释迦牟尼佛一样讲无量寿经，讲观经、阿弥陀经啊，专门介绍西方极乐世界，鼓励大家啊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，求生净土，
清净阿弥陀佛。啊，是极乐世界佛的法缘无比殊胜。殊胜的利益、功德、好处，前面我们都学到了。佛光普照十方，十方有缘众生都发心亲近阿弥陀佛。我们有义务，有使命，啊，要把无量寿经讲清楚、讲明白、讲透彻，啊，使人呢读到这个本子。听到这个讲经，都能够断疑生信，都能够发心求生净土，这就是光明普照了，照到了。下面这一段，诸天共赞，赞供，赞叹供养。啊，这个里头有分两小段，前面是赞叹，后面一句是供养。佛有诸天，于虚空中作妙音乐，出随喜身，乃至色界诸天，悉皆得闻，叹未曾有。我们人间念佛求往生的不少啊，看这一段经文呢，我们才知道诸天天人不输给我们啊。我们知道四禅天以下二十二层天都有菩萨在那边的说法度众生，啊，任何菩萨佛陀度化众生，没有不介绍极乐世界啊。在我们想象当中，一定是把极乐世界当作第一法门。为什么？决定能生呢？其他法门不一定有成就啊，纵然有成就，成就不圆满，怎么比也比不上极乐世界。极乐世界的成就，只要生到那个地方，借作阿惟越智菩萨，这一句可不得了啊。阿惟越智是法身菩萨啊，中国人所谓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。这个经典告诉我们，每一个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都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。这是十方世界里头没听说过的啊，极乐有这样殊胜。我们不求净土，求什么？求生净土。对了，你成就了，一生圆满了。不求生净土，那你的无量界的修行啊，一生不可能成就。
那我们凡夫一生成就只有这一门，这一门不容易遇到啊，遇到也不容易生起信心。啊，我们有理由相信。海贤、海庆两位老人，他们要想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应该也是三年成就啊，何必等到九十年佛才接引他往生？三年成就是真的。后面这个八十多年，将近九十年，是阿弥陀佛派他来表法的。他是在舞台上做表演的，你要能体会到这个味道啊，他是来真正给我们作证，净土法门是真的啊。最后一招告诉我们，念佛往生是真的，他没有生病啊。往生前一天还在田里面干活，从早到晚啊，有人看见老和尚这么晚了，该休息了。老和尚怎么说呢？我做完了，我就不做了。啊，这句平常话，大家也没什么体会到。到第二天他真往生了，他想象他这句话，啊，做完了，他就不再做了，他走了。那听的人没听懂啊，往生之后想想他讲的话的时候，什么时候走，几点几分，清清楚楚，寥寥分明啊，那这个是阿弥陀佛早告诉他的啊，他自己不说啊，但是真的他是透了很多信息，你越想越有道理啊，往生之前二十几天，他以前住过的地方，还有一些老同参、老朋友，他都去看看，到人家庙住个一天两天，啊，去做客，啊，离开的时候，人家有人陪他一半陪伴的嘛，他就告诉别人，啊，以后我不再来了，啊，别人也不知道什么意思。往生之前啊，看看老朋友，不告诉他啊，告诉他们，他们要来助念的送行的，那就麻烦了，不要人助念，自己知道什么时候走啊。这也是告诉我们，往生要像他这样往生啊，万一你要求助念，到时候没有人助念怎么办？那你不又搞六道轮回了吗？啊，自己真有把握，不需要人助念，说走就走。啊，这个里面还讲到他的母亲。他母亲86岁走的啊，也是没有病啊。走的这一天
他叫老和尚。把他的姐妹叫回来，妈妈要他们回来，他们来了，妈妈很喜欢，包饺子，自己亲手包饺子，大家吃。吃完了之后，他坐在椅子上，告诉大家：“我要走了。”就说了这句话，真走了。头一晚真走了。你看，亲手包饺子，吃得欢欢喜喜，坐在椅子上，我走了。事先不知道啊，叫他女儿、侄女儿都来什么？来送行。这也是做样子给大家看。念佛有这样的好处，说走就走，没有生病。更殊胜的是那个年代生活的确非常之苦。老和尚只用薄薄的板子垫了一口棺材，把他母亲埋葬了，内心总觉得对不起母亲。过了6年，他想把坟挖出来改葬。这挖出来之后啊，棺材里头没有人，空的，只留下几根钉棺材的钉子在里头。究竟到哪里去了？没人知道。他母亲也不是凡人呐。像大摩祖师一样，大摩祖师圆寂的时候死了，放在棺材里头。以后有人打开这个棺材，人不见了，有一只草鞋，两只草鞋，他穿了一只走了，还有一只留在棺材里。这不是凡人。种种视线都是稀有神变，普照十方。空中有天佑，复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，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。习界得闻叹未曾有。这段经文里面告诉我们，佛说法不但度我们人道，人生难得，佛法难闻，诸天也得度啊。但是诸天求往生比我们难，难在是哪里呢？天上乐多苦少啊，他贪念，不想到极乐世界。我现在过得很好了，不亚于极乐世界了，所以他那个出离的心很难发。贪念五欲六尘，天人佛宝大，修上品十善才能往生。但是不是没有，有。有一些天人他明白了，尤其是
诸佛菩萨在四禅以下的22层天上常常讲经教学。不过天人行善积德的多，开悟求往生的比较少，不如人间，人间是苦多乐少，容易求悟。这就是环境对人的影响很重要。老和尚在乡下修行，能不受染污？如果在都市里头，染污是不可能避免，很困难。在农村里头，每天田地里头干活，工作单纯，而且常年不间断，养成习惯了。空中有天热，还有雨化，妙供，无量妙化，纷纷而降念老的注解，天化纷纷而降。经里面说的稀有神变，故经所现的亦是奇瑞。无量寿经超越续分中有光严奇瑞，有这么一句话：精液现此瑞相，当知佛意也，表真中也。全是表法，嘉祥书里的书，为流通先瑞者，明感瑞真也。瑞相是感应，他来作证。这一部经教的立业无比殊胜的，又经言书曰：如来化咒，化是教化，如来，此地讲的如来是释迦牟尼佛，教化到周圆，周圆就是结束了，未增无减，与会大众不只是人，所以他不讲未增人尽，人尽的指的是人，物范围就大了，除人之外有天，有修罗，还有恶鬼地狱出生，我们肉眼看不见，这些人里面与佛有缘的都来参加法会，卧道众生里面也有善根深厚的。那为什么会堕卧道？临终最后一念错了，动了贪嗔痴的念头，这就堕三恶道了。所以生死四大了，生死四大里头就是最重要的
就最后一念。最后一念决定你到哪一道去。所以你到哪一道是自己选择去的，不是别人掌控的。别人没有办法掌控，完全要自己做主宰。这一点要懂得。如果别人可以掌控，佛应该掌控我们。我们每个人决定都往生，不可能最后一念走到别的路上去。明白这个道理，嗔恚、嫉妒、傲慢非常可怕啊！凡是这个习气重的人，临终的时候很少不堕三恶道的啊！可嗔恚、嫉妒、傲慢都是地狱啊，贪婪是恶鬼，愚痴是畜生，愚痴里头最重要的是怀疑。啊，临命终时对极乐世界起怀疑，到底是有是没有？释迦牟尼佛讲的是真的是假的？这个念头一生，畜生道去了。那于是我们就懂得，世尊当年在世49年讲经教学为的什么？帮助我们断疑生信啊，信要有根，决定不会动摇啊，你就不会堕三恶道。啊，净严大师讲得好啊！啊，如来教化讲这一次这个法会，法会到圆满的时候了，就化咒，为增无尽，增长提升与会的大众，啊，对佛起恭敬心，对法起恭敬心，对修行人起恭敬心，这个重要啊！故以神离动地放光，作有欲化，有这些瑞相，这些瑞相都是众生有感佛所应现的啊。总之皆为众生真现的劝令众生于今所说难行之法，应生实行，真实的信心啊！所以我们今天真正不容易啊，得到老和尚上给我们真心啊，他讲得很清楚，他来作证，下莲居老居士的汇集本是真的。不是假的。第二个证明，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是真的，没有错误。第三个是为我们作证，我们学习这个经教10几年了，是真的，没有走错路。啊，他给我们作证了。啊，你看。手上拿刀，若要佛法心，唯有生战死。第三天就完事了。老和尚出家90年。90年就为我们证明这桩事情，让我们死心塌地。
决定不再有怀疑了。这一生当中，真信真愿，一向专念阿弥陀佛，求生净土，亲近阿弥陀佛，我们有份呐、啊！我们要珍惜这个因缘，决定不能有怀疑，要像他一样，二六十种心里头只有一句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，他说得很清楚，什么都是假的，假的统统要放下，真的要抓紧。啊，最后一段经文，信受奉行，尊者阿难，弥勒菩萨，这两位是当机的人，即诸菩萨声闻，天龙八部，一切大众，闻佛所说，皆大欢喜，信受奉行。念老给我们注解，也是勉励我们，尊者阿难以下净言疏云，明说广义，教切群集，大众同喜啊，教切群集，我们现在讲啊，我们听的人啊，心满意足啊，讲得这么清楚，这么好啊，欢喜者无量寿经超越法位云，一迦叶山定经论说明欢喜有三个意思啊，我们来看这三个意思。说者清净，这第一个。说者清净，与诸法得自在故啊。说经的人是释迦牟尼佛啊，释迦牟尼佛确确实实与诸法得自在。于法的自在，阿惟越智的菩萨就得到了啊，跟佛一样的自在啊，阿惟越智，中国人所讲的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啊，他没有不知道的，你不问他，他什么都不知道，你问他，他什么都知道，智慧 啊不问他，他的心是清净平等觉啊，清净平等觉是真心，是我们的本性，我们的真心啊，学佛没有别的，回归到清净平等觉就成佛了啊，这五个字是三个阶段，首先得清净心，得清净心这是阿罗汉辟支佛，再提升的平等心，平等心是菩萨，平等到极处就大彻大悟，那就是觉，觉没有一样不知道，就是于法自在，这是觉的意思。第二呢，所说法的清净，以如实清净法体故，
啊，这说法清净的。第三个，依所说法得果清净，这是我们听法的人。前面第一个是说法的人清净，第二个所说的法清净，第三个听法的人的果清净，故能证得了清净妙境界故啊！清净妙境界就是极乐世界，就是阿弥陀佛十宝庄严土啊，敬畏大众，闻弥陀愿，何舍何世尊根啊？这个何舍蒙的意思，释迦牟尼佛的恩德，自得大义，何不欢喜？啊，那么这部经的核心就是阿弥陀佛的四十八愿。四十八愿是为谁？全是为一切苦难众生。没有一句话是为佛自己。啊，这也是教我们做人。在一切时一切处，我们只要发现真正为别人，没有一个不欢喜，没有人不赞叹。啊，我们记得毛主席有一句话说得好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。那佛呢，是全心全意为一切众生服务，这个面就大了。啊，众生包含整个宇宙啊，为人民只能包括十法界的人道，其他的九道不包括在其中，为众生十法界全包括了，要发这样的大心大愿，决定能得阿弥陀佛加持啊，能得诸菩萨天龙鬼神帮助你，成就你啊！他为什么要成就你？因为你发心为一切众生服务。啊，他们护持是本愿，啊，他们来做护法神，准朝仪。第一个，摄持经者是我本师释迦牟尼佛。释迦牟尼佛说：“我为法王，于法自在。”是为说者清净。啊，这个下面是念老的解释。第二呢，所说的种种功德，只是一个清净句。清净句是真实智慧无为法身啊，换句话说，佛所说的一切经教，四十九年所说的一切啊，要把它用一句话来说明，那就是真实智慧无为法身。一切法都是从真实智慧无为法身流出来的啊，那么真实智慧无为法身是一切法的离体，这些法从哪来的？
我们如果证得了真实智慧无为法身，就成佛了，跟释迦跟弥陀没有两样啊，是乃所说之法的境界啊，它不是从意识出来的。我们一般人说话解答问题都是让我想一想，想一想是意识，从意识里出来的啊，意识不行，不是真的，不是真正智慧。意识我们今天讲知识智慧啊，知识就是用阿赖耶，用意识，用一根，从这里出来的啊。诸佛跟化身菩萨，他们是从自信里出来的，不是从意识啊，从自信。自信就是无为法身，就是真实智慧，不一样啊。啊，有智慧决定有知识，有知识没有智慧，不相同。我们在这十几年啊，也是感谢佛菩萨安排，让我们有机会参与联合国的和平会议，让我们大开眼界。啊，我们在那里看到什么呢？就是看到智慧跟知识不一样。啊，看出了智慧不能解决问题。啊，所以联合国开这个和平会议开了几十年，啊，40多年。啊，世界社会并没有和谐。啊，而且动乱的频率不断的上升。啊，灾害一次比一次严重。许许多多专家学者对于世界还有没有和平都产生怀疑了。啊，我在参加这么多次会议，得到一个总结论。啊，今天整个世界动乱的根源是什么？丧失信心。我得出来的，信心没有了，这个才是麻烦事情。啊，信心为什么没有了？这是科学的影响。啊，科学技术不断在接近，科学方法的第一个叫人怀疑。所以我们把怀疑用得太广泛，用在哲学上，用在传统教育上，啊，用在宗教上，统统都加上个怀疑，没完了。这个问题太严重了。啊，所以物理跟心理不一样。物理怀疑可以，心理不能怀疑，心理一怀疑，它就整个崩溃掉了。啊，所以要世界恢复到安定和谐，我们要相信伦理、道德、因果、宗教有办法回归到正常。啊，但是现在人对这个都有怀疑。怀疑怎么办呢？要做证明，没有证明他不相信。啊，我们在庐江做的这个3年实验，就是做给联合国这些朋友们看的。啊，真管用。啊，这个3年做得非常值得。啊，虽然没继续做下去，啊，毕竟唤醒了我们对于
传统古人的智慧啊，古人的理念方法应该重新去思考，他们的东西有价值，他们是智慧，它不是知识。智慧能解决一切问题啊，而且会彻底达到究竟圆满啊，这知识做不到啊，知识有局限性，智慧没有局限性。知识有后遗症，智慧没有后遗症啊。智慧从哪来？从清净心来，从平等心来，不是从思考啊。我们先用思考，思考有杂念，有妄想，所以他得到东西不是纯真，不是纯善啊。那么下面第三个，德国清净如灵峰大寺院，夜夜庄严，全体理性，一教修持，横出三界，金灯不退，原生四徒就近成佛，是乃德国境界清净啊。居三种清净，闻者得无上意，是故皆大欢喜，信要受持，故云信受奉行。欧益大师讲得好啊啊，后面用无量寿经起心论的几句话做总结，此经居无量寿全身，也居一切诸佛全身，于此信如即居一切佛之，故云闻此经者与无上道永不退转，至尽藏灭尽，此经独留，所以佛此加彼殊异于经，跟其他的经不一样。这个经得阿弥陀佛加持，得一切诸佛加持，其他的经得一尊佛两尊佛不一样，这是得全体佛加持。奉劝后显普通信受，这是黄念祖啊，在最终结的时候苦口婆心劝导我们，应该普通信受，要相信，不能怀疑，要接受，接受得大利益啊。下联句老居士有两句话也在此地做总结，他这两句是做事无如念佛好。我们现在是无做事，社会混乱，在这个环境里头没有比念佛更好的。像老和尚表法一样，老和尚九十年，中国社会九十年的动乱，那此生断为大将来啊，不单夏莲老是为这部经来的，黄念祖老居士、海贤老和尚、海庆老和尚给我们作证，都是为这部经来的啊。我们有缘，我们有幸在这一生能够遇到这一生决定往生极乐世界啊，将来我们在极乐世界同时阿弥陀佛麾下的弟子，真是不虚啊！我们要走这条路啊！啊，要真正有信心、有愿心啊！这个世间的一切看得清楚、听得清楚啊，应该帮助的，
我们要全心全力协助。啊，虽然协助，不要放在心上，心底只有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也没有。我们决定走极乐世界这条路。啊，那么从今后面这一段，我们要相信习主席的改革一定会成功。啊，为什么？他得到一切诸佛如来的加持。啊，他为国家，为民族，啊，为一切众生的福祉，这就对了。啊，真正能够落实毛主席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，他决定会成功。啊，我们知道三宝加持他，祖宗加持他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第三回到此地就圆满了。